次软件优化升级工作涉及全系统大部分卫星，共计配置项百余个，任务总量大，软件优化牵涉技术状态复杂，升级测试验证时效要求高，实施难度大。两年来，北斗系统啊，整体运行稳定。根据我们中心测评的结果，我们服务的性能啊是优于我们对外承诺的指标。全球范围定位精度啊，水平方向优于2.5米，垂直方向呢是优于5米，处于世界领先水平。2020年7月31号，北斗系统正式开通服务以来，共有45颗在轨卫星为全球用户进行服务。你在全球任何一个点，可见卫星呢能够超过6颗以上。如果你在亚太地区，可见卫星呢能超过16颗卫星以上。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、代谢不平衡、皮肤状况变差。旺旺推出的梦梦水就是要解决大家烦恼的好帮手，白桃风味酸甜好喝，也欢迎大家扫左下方 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。